想一想怎么跟阿姨传，到阿姨那儿就变味儿了。谁说的？这次不变味儿。哼，这个故事就讲的是那个罗永浩去买咖啡，你就说老罗去买咖啡。哦，估计阿姨都不知道罗永浩是谁。然后说对不起，我想要一杯你们这儿中杯的咖啡。要中杯的啊？然后那个服务生就说，抱歉，您指的这个是我们的大杯。大杯啊，我们这个叫大杯，然后这个叫超大杯。他说我就要你们这儿中杯的拿铁。拿铁拿铁拿铁。来，让罗永浩抽自己嘴巴，啪啪啪那个，芳芳应该知道。就这么糊弄过去了啊？我就提一提他就知道了，那这挺好的。你也不能提一提。罗永浩去买咖啡的片段啊，来了。罗永浩，老罗去买咖啡。哎，罗永浩，哎，拿铁。老罗去买咖啡拿铁。他可能不知道。完了，花花不知道。哎，他说我就要这杯中杯的。中杯的。服务员说不对，那是大杯。大杯，这个不是大杯吗？我们这个是超大杯。哦，阿姨可以。不错不错。那我不管，老罗急了，爱卖不卖。学过评书。哇，我都怀疑我是不是在第五棒啊。到第四棒能这么全，我很厉害，是吧？这次不要小瞧我了吧。非常厉害，非常厉害。我们哪次都没小瞧你。但是我们关键考验的是台词对多少个字啊。保罗。嗯，现在我们穿这身就是保罗嘛。对，保罗，你好，我是老罗。然后我想要一杯中杯的拿铁。对不起，我们这只有大杯的。不行，我就不要大杯，我就只要中杯的。然后超大杯这边。我们，那你有超大杯吗？我们没有超大杯，我们只有大杯拿铁。那就哎呀。完了，花花没看过这一段，高估你了。所以前面四棒都是没问题的，就到我这棒垮了是吗？走。前面还真的传的，哎呀，我这个好胜心强的呀，我怎么办呢？这轮花花最终对了15个字。来，我们谢谢姐姐参与到这轮当中，这轮表现相当棒。